大概讲一下操作的方式。操作的话，我们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放在地上哈，我们放在地上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蹲下来，然后先用这个对，这样子先对到那个物体之后，然后再用这个卡，哦，正在去调那个焦距，所以操作是蛮简单的。然后这个 DOV 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比较简易啦，然后也比较怕摔，所以应该是小朋友来操作的话都很简单。像我那天来你们学校的时候，我也是带一只这个，然后有个小朋友他就不知道是哪一位小朋友，他就自己操作了，然后自己找信息给他同学看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我们在收的时候哦，就是这个哦，要先把它缩回来，然后这个目镜收起来。哦，这个盖子盖起来之后。有个地方哦，可能要大家以后收的时候要小心，就是说这个螺丝哈，当你目镜拔起来之后，这个螺丝已经很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螺丝最好把它锁进去。假如说没有锁进去的话，就把它拔起来，另外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不然下次就不见了。那我们收的时候最好就是说那个头要朝下，这样子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比较不会。积灰尘，因为有时候你只要这样子收哦，它里面已经有一些灰尘了，结果它就落到这个镜片上面，那下次看就会比较模糊。所以像我收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它这样子倒立。不是这样啊，平的。平的当然也可以，如果说你的空间够的话就放平的。很容易撞到。哎呀，那这样因为我都会收到箱子里面去，所以我就把它倒立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。可能就要只要拆下来洗，可是那个可能到时候就要有专门的人洗了，因为那个自己拆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。它这边有几颗螺丝，哦，从那边拆掉之后就可以拔起来，就可以洗。那个如果镜片脏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 A 叔叔，他帮处理。一般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收起来。电话多少？等一下会给你。来，这样子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重点，你们这个不能拿去看太阳，看太阳就瞎掉了。这个极光力很强。那个五年级不是有学过吗？不能用凹透镜去看太阳，因为它会聚光。那个热会直接烧你的眼睛，而且眼睛是没有知觉的器官，当你烧掉的时候，你都还不知道它已经烧掉，它不会感觉痛。哦，对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来，我跟对不起，我跟各位分享一次的经验哦，我真正遇到的哦。我有一次这个望远镜哦，放到目镜哈，然后那个有一个机器它就会跑，它会自动追队，有没有看到那机器？自动追星星的，我有一次在白天用的时候，在整理的时候，它就追，突然追到太阳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这望远镜开始冒烟，然后我那镜片是塑胶做的，里面的那个玻璃哈是塑胶做的，整个树脂就凹下去，而且里面的白雾都是烟，烧了一个洞。你的眼睛有这么强吗？没有，对，所以说你眼睛哈，如果看到太阳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你眼睛这里会怎么样？即刻收掉，然后呢再来就会怎么样？焦掉。整个叫我们煮鸡蛋一样，对，就黑黑一样，先煎蛋的蛋白一样，开始煎荷包蛋的蛋白就变白色，白色的地方也有，对，整个都焦掉，然后煎蛋再煎久一点就焦掉，所以记住千万白天看望远镜，那会痛吗？焦掉会看不见？对啊，会痛不焦掉？那会痛吗？看月亮呢？啊，不会痛，但是你以后就要戴个眼罩。看月亮呢？
月亮的话，月亮我们手术这边有个东西。月亮的话哈，如果说我们在月圆的时候看哈，我会建议装这个，这个叫月亮滤镜。这个的话哈，它其实它是锁在这个我们的目镜上面。如果没有装，没有装的话，你就不能看它，大概看个一两秒就要赶快开，不然你眼睛会黑黑的一块在里面。会没有，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黑黑的地方在那边，那个因为它太亮。这个的话就是从这边锁进去。装进去可以看很久。就可以看很久。这因为它这个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看。来，透过它，教你怎么看。透过它来看日光灯，来，从这边先看好不好？来，透过它，拿着这边看日光灯，你发现什么？不能摸镜片。镜片不要摸掉。没关系，再来再擦。拿旁边哦，好，看镜看，日光灯是变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就是一个镜片，这镜片是做什么功用？就是把光线变暗，让光线减弱。所以你眼睛看月亮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哈，瞳孔只有这么小，只有多少 mm？ 只有4 mm。3-4 mm 左右，对不对？死掉之后可以放大到7 mm， 但是这望远镜有多少公分呢？114，哎，这有多少？11.4公分，114 mm， 就是等于我们眼睛的多少倍？你的瞳孔变那么大，瞳孔本来这么小，变成这么大，大概有快接近100倍。所以你承受太阳的亮度跟热度呢，超过100倍，所以即刻就熟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看月亮的时候也很亮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利用东西减光，把月亮的光线挡掉一半以上，不要三分之一过来。好，光线是不是变暗了？有没有？它就像我们眼睛戴什么眼镜？太阳眼镜，对不对？对，天气太亮，我们戴太阳眼镜，目镜戴着太阳眼镜。如果说我们要看月亮，就可以把这锁上去，然后再放进来。看太阳有专门的看太阳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哎，对，它有另外一种方式，有太阳滤镜加上这边有个滤镜。我那个不建议讲，因为那个危险性很高，那不小心那个滤镜掉了就熟了。好，小朋友问你一个问题：装月亮的这个滤镜可以看太阳吗？不行。记住，什么都不能看太阳，任何情况之下，包括阴天，太阳被云遮住都不能看。nine， 好，记得哦。这东西看太阳的话，我们还想看，我们以后还想看星星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只看一次，所以要好好保护自己。那又看美女呢？没关系，你先讲。一般的那个地面的东西是不是？是一般的望远镜看太阳的都不可以，任何望远镜不行。哎，对，叔，哎，这小朋友问得很好。任何望远镜都可以看太阳吗？不行啊！看美女吗？看美女可以啊，看小鸟也可以啊，很欢迎。美女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问 A 叔叔。那美女在什么？上次看到，看到飞机，可以看吗？飞机可以啊，飞机可以。可是飞机它飞得很快，所以你要追得很快，不然它就飞出去了。那看得到里面的人吗？看不到。里面的人看不到。只看到它的肚子。对，你可能可以看到它那个形状，就是变得很大，可是你看不到里面的人，灯都可以看得到。驾驶看不到。这个飞率还不够，那个飞那么高。那更高的飞率。更高的倍率，可是你要追得够啊！你那个冲击刚好追到的，追到就有可能看得到的。可是你叫他下来，因为那我们也是晚上是去那个山看，就是有问题要举手。因为它这个倍率比较高。那眼镜的照太阳就不会怎么样了，因为有眼镜啊，有就靠着相信。只要不透过望远镜是 OK 的，我们只要透过望远镜，因为那极光力太强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有个问题问你们啊。